蚀着回忆，老旧场景轮回了思绪，一股泛黄持久的心，一直勾勒眉角的笔，画成婉转折影和沉淀的曲，一生平平演过了几声叹息，冷眼看过了林红几场这场旧戏，还有谁为我而听，谁伴我入迷。两个都让我要了我的小命啊！希望我们993的这些兄弟们能够喜欢梦的这个古典舞啊！今天啊，第一就很久没有来993了，然后也是来了跳了几段这个古典舞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。然后咱们可以把梦梦的直播室通知狗一下啊，电脑用户右下方的直播室通知我，然后手机用户左上方的黄色的爱心，谢谢大家。你们喜欢看古典舞吗？有多少是喜欢看古典舞的？其实平时梦梦的话跳热舞的时候也会比较多一些，古典舞跳的少。我觉得喜欢的应该都是比较有欣赏力的哈，对吧？我觉得这个午夜档的热舞跳的会比较多，比较让你们流鼻血一点。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了啊，我们要不我喜欢看你，谢谢。把梦梦直播室通知给我一下，然后谢谢一下所有给梦梦送礼物的朋友们，谢谢。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啦，然后我要不就接着跳吧，跳完跳下麦序，好吧？接着跳完吧。姑娘生得俊俏，十八相思和花